其实是8年前啊、哦，那个小英政府哎、推动的这个前瞻基础建设啊、哦，那个在场的黄国枢老师那个帮非常多的忙啊、哦。前瞻基础建设里头啊、特别在文化部的这一块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哎、计划啊、哦，就是重建台湾艺术史。那这个也真的是啊、为了要弥补这个长期以来这个哎。没有用台湾为主体，比较易散，没有系统性的建构台湾艺术史的一个计划。那其实也就推了这个7-8年啊、哦。这个过去其实没有这么多的经费可以放在这些台湾艺术家的这个研究、展览，然后交流，甚至进到典藏的这个工作啊、哦。所以国美馆。其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毕竟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美术馆，那其实也就承载了这个建立这个重建台湾艺术史的这个使命、哦、那今天李崇崇老师的这个抽象水墨的这个，那我们刚才在展场里头看到的这些作品，就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台湾艺术史的最后一块拼图。很重要的一块拼图。那我想各个馆所哈、不管是从美术、从音乐、从文学啊、从表演艺术、从图书哈、就是各个领域呢，我们都应该要推动这个像这样子精彩的故事。李崇崇老师跟着父亲啊、在事实上我们都理解熟悉的台湾历史啊、就是从这个内战，从移民那个退到台湾来，然后这个我看李崇崇老师在现场里头讲他经历过的，就是我们讲的缘分地带成长的老师哈、哦。那当然就后来加入这个，不管是政工干校或者是刘国松老师的那个五月画会啊、哦，就是展开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现代水墨、抽象水墨的这个作品。那这个呢，其实也就丰富了台湾非常重要的一块艺术那个板块，所以我想今天的展览以及接下来国美馆也会持续就把这个嘉义美术馆的那个画册把它完成出来。那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重要，希望大家都有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那个家庭美术馆的典藏啊、哦，那个可以知道我们这么精彩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艺术发展。那我们今天呢要开幕的是我们李崇崇老师的展览哈，叫做山水变奏哈，李崇崇的水墨历程。这一个展览呢，就像刚刚主秘说的是以这个文化部的前瞻建设哈，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下面的重建台湾美术史的计划，然后呢已经办理了一系列的台湾艺术家的展览。那虽然呢已经办了一系列的台湾艺术家的展览，我个人觉得女性艺术家还是不够、哦、所以呢今天李崇崇老师的展览让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哦、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多做女性艺术家的展览。那虽然这个策展人是男性策展人、但是呢吴老师他非常细腻的处理这个关于台湾美术史里面女性艺术家的这个主题、哦，所以其实我昨天也就先去一睹为快了，那在这个展场也跟吴老师有聊了一下哈。那这个展览呢，这个真的从吴老师一个身为艺术史学家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角度啊来看李崇崇老师，那么里面展出了很多过去我们大概不会看到的东西哈。那这些东西呢，真的是让我感到很震撼，那么也让我更加的敬佩李崇崇老师了啊。在这里呢，就谢谢吴超然老师。那关于整个的这个策展的想法，我想待会吴老师会跟我们讲的更详细一点啊、哦。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李老师呢，他是安徽人，对不对哈、哦？然后5岁的时候呢，就跟着爸爸李金玉先生啊、来到台湾。那么由于父亲呢在书画的方面也是非常的有造诣，好、哦，所以李老师其实从小对这个传统的书画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么后来由于李老师非常的贴心。就选择要读这个政工干校，那个时候叫政工干校哈，现在是政战大学哈。那在这个在学的期间，其实是跟随这个林克公老师啊，然后后来又加入刘国松老师的这个水墨画的中国水墨画的协会。其实我在看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其实我
跟老师也已经有这个见过很多次面，然后那老师的作品一直都是我非常喜爱的。那么我觉得老师的作品里面当然就继承了，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了哈，继承了刘国松老师啊、赵春祥老师啊，甚至我觉得是整个抽象表现主义或者是抒情抽象的这些艺术家，他们一直以来对于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一个是东方与西方，另外一个是传统与现代，这两个非常重要议题之间的一个对话，甚至是一个辩证哈，我不用融合这个字哈，我用对话跟辩证。所以呢，李老师的这些作品，事实上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脉络之下，那么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而且呢，由于他的女性艺术家的这个身份，以至于我在看这些作品的时候，能够深刻的感觉到李老师作品里面的诗意，跟他跟这个男性艺术家所不一样的那种温柔跟婉约，那么这一切呢都非常的动人哈，所以呢非常这个开心，我们国美馆能够有这样的荣幸，邀请到李崇崇老师来这里展览。我们这次的展览呢，总共展出早期油画一件哈，这个也是非常少见，我真的没有见过老师的油画。这一次就是幸好我们的这个策展人把这样子的宝挖出来了，然后还有铅笔、人体哈、水墨速写，大概有121件，这些也都是过去我们很少看到的东西。然后呢，意大利手工纸画册8件，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哈，而且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女性艺术家很喜欢做的一个东西。然后还有水墨作品，当然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水墨作品，各个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大概有88件。那么而且呢，策展人非常的用心哈，除了我们本馆的典藏品之外，那么我们也特别感谢台北市立美术馆还有高雄市立美术馆的借展。那另外呢，国内外的借展单位跟藏家都一起的来支持我们这个展览，在这里也向借展单位各个借展单位跟各个藏家致上最高的谢意哈。其实呢，从艺术史的研究呢，到呢一个展览的策划，到一个展览的实践的这种过程，这过程是辛苦的。好、哦，我们在这个展览的筹备过程中，历经了将近1年多的这种时间。好、哦，从作品的这种征集、作品的研究、艺术家的这种采访啊，然后到各式各样的繁琐的行政的这种事务，其实呢，这过程呢，是有点这种辛苦。但是今天展览开幕了，我其实是非常这种高兴，因为我觉得李崇崇老师今年83岁了，好，终于可以在一个国家级的一个美术馆里面，好，有一个这样的一种正式的这种展览了。我觉得除了一方面不是因为年纪的这种关系，而是因为他的作品的一个分量。李崇崇老师呢，他的一个出生的这种年代刚好是中国内战的这样的一种年代，那他的父亲本来呢，早年是毕业于呢北平好、哦、的这个呢艺专的，对于呢中国传统这种书画非常重要的研究，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家学的这种渊源。但是呢，这个呢，李崇崇老师的父亲李金玉先生，好、哦，他在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的这种时候，他呢参加了呢这个国民政府的盐务班，哦，就是对于所谓盐业这种考察，所以呢，举家被派到了今天的我们台南的七股所谓的盐分地带，好，来定居的这种下来。所以李崇崇老师的幼年的这种时期是在台南所度过的。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在研究他的这种资料过程中，李崇崇老师虽然是身为了战乱的一代，他是一个外省的一个移民到这种台湾来，但是他在中学的时候，他的台语比赛竟然获得中学的第2名啊，这是太厉害了哈！书法比赛呢也非常这种的，这个呢得到很好的这种成绩。再过来就是因为呢，考虑到家里的这种负担了，因为其他小孩子5个小孩子要念大学哈，所以李崇崇老师呢他就怎么样，就报考了政战学校啊，因为那是公费的，公费呢这个呢毕业了这种之后还需要怎么样，还需要服役5年啊，他这个呢多了1年。那我觉得如果从艺术史的这种观点来讲，比较重要的是他在1968年加入了呢这个呢刘国松老师的中国水墨画学会，好，虽然他没有参加五月跟东方，但是刘国松老师在1960年代那种呢，我们不要说意气风发，我们可以说呢他的一种怎么样呢，对于中国传统水墨的一种质疑，带动了台湾所谓现代水墨的一股新的这种风潮。那李崇崇老师
老师就在内谷通潮里面开始开启了他的一个水墨的这样一种这个呢这种走向。在这个展览的里面几个观看还有展览的这种重点哈、哦，第一个，李崇文老师呢在政战学校这种时期是1961年到1965年，好、哦，那个年代正是反共抗日的年代。可是李崇文老师并没有走向像梁鼎明、梁佑明兄弟或者李其茂老师那样子的一种所谓的宣传式的，好、哦。写实的这种水墨而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第二个，李崇文老师身为一位女性的艺术家，我们这样子回顾台湾的艺术史，过去60年里面她是非常少数、哦、持续的走向怎么样现代水墨的这条道路。我这个展览最主要说明的是什么是现代水墨。现代我认为一个是抽象，因为在当年那是一个所谓的国际的艺术的一个语言。好、哦，第二个呢是李崇文老师所用到的色彩，他的色彩不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怎么样所谓的单青的颜色那么简单而已。李崇文老师有用到许多的水彩，甚至于用到亚克力。第三个呢，李崇文老师的作品里面有一种强烈的声音跟节奏感，我希望各位呢在看他这种作品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得到。最后呢，这个呢，我在。这边呢想要表达对我对李崇文老师经过这样的一年多这种研究再次表达我对他的一种的敬意哈。然后当然这个呢我看到了，如果从一个艺术史的这种研究这种观点，我觉得他身为一个女性，他有他的认识。好，本来在一个战乱的这种时代里面，1945年到1949年之间，李崇文老师在那样的这种年代出生，再来讲应该是反共抗日的文学或艺术，或者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所谓的离散，好、哦、这样的一种呢这种强调时代的一种悲怆悲伤型。但是没有，我们看到李崇文老师的这种作品，我们是事实上感受到是一种舒服的愉悦的。固然在1990年代初期有一些他对于社会的一些这种感受，好、哦、这个呢在他的作品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得这种出来。我还是很感谢我们的陈馆长先生，还有就是2022年6月份的梁馆长，他去我家跟我聊天，他看一些画，还有2023年5月啊，还有那个廖馆长跟吴朝然老师到我家来，然后我们在一起研究和画作，看了很多，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三位馆长给我的厚爱，然后让我们女性有机会能在国艺美术馆展览，我觉得很高兴，也很感谢，感恩呐、啊，这样子很重要啊。我还是先介绍我们的策展人吴老师啊，他是非常用心，把这五个单元对艺术史的单元做很细心的安排，还有很完善的处理。他每个小细节都做得非常的细节，我刚刚跟他绕了一圈啊，觉得他真是很有心。每个墙壁他的色彩，从我这个画中的色彩来引发出很多故事跟他的色彩的走向，就是非常感谢吴朝然老师。我是算是河北的，河北邢台，邢台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它每年都会有地震大水灾。那我是生在安徽屯溪黄山下面，我父亲是一个就是传统的水墨画家，他早期也教书也做研务。他到台湾，我5岁的时候跟我父亲到台湾来，我父亲他在台湾就是要待2年就要回老家去了，后来就是大陆沦陷就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乡下就待了，南台湾就待了差不多，等到我高中毕业才搬到台南去。所以在盐场、布袋、旗鼓都很熟悉。我小时候也是一个比较属于思想比较安静的孩子这样子，所以常常小时候，我觉得现在小孩也常常喜欢画画，这也是一个道理。我小时候也是画画，常常在这个黑板在这个墙壁上乱画，
被我妈妈骂，奇怪，这个小孩怎么乱画不行呢、啊、后来我就用清水在我那个以前日本的住的房子就画，就用水画，就写书法，然后画画，这样水干了，这个也涂也完了，这样也是一种方式。后来我父亲说好，那你在桌上画画，就叫我画写书法，就画画。我父亲就在业余的时候教我，那我也跟我父亲也展过画，在台南跟台北都有展过。在我这一生也是经过了很久啊，很多感想对我的画，每到一个阶段，我对我的画我都觉得应该怎么去处理，我都会想。因为我早期1977年去过欧洲，另外又去过印度啦，还有斯里兰卡啦，还有尼泊尔，我觉得这个最文明的地方也去过，最落后也去过，参考一下。然后还有西方的这艺术跟东方的艺术的如何的去结合，我也很重要。那当然我要感谢我的好友，就是文学家那个郁天松教授，他帮我推荐到刘国松老师的水墨画会。当时有很多画家，有西画，有画水墨画，我们常常研究。像在那个在东海那个吴学让老师也是我们那个团体，常常一两个月大家到家里去吃个饭，把自己代表性的画就把它拿出来大家研究。所以我们经常有在国外展，有在国内展，所以大家都很开心。不过现在大家都年纪大了，也很少联络这样子。说最后我想啊，我现在已经80几岁了哈，然后我想在这次展览中，我有很多从早期、中期、晚期的作品，那还有一些小画、速写都被那个吴超然老师被挖出来了，所以你们可以仔细的看一看。